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感谢主啊！很高兴见到大家。 今天，我们所读的是啊加拉太书三章里的话语。简单给大家总结一下的话，就是耶稣基督他受了咒诅。耶稣是我们这些基督徒尊为主”的那一位，我们将他视为上帝。 但他来到这地上，却受了咒诅。世上再没有像他那样受咒诅的人了。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十字架是一种异常残酷的死刑。本来被判处死刑就已经够冤枉、够痛苦的了，却又在众人面前公开受了刑罚，目的是为了让他蒙羞，成为人们的笑柄。耶稣就是受了这样的咒诅。 对此，很多不明所以的人呢，就会以为，哎呀，他肯定是做了什么受咒诅的事儿了吧？但我们现在知道，他受咒诅是为了叫我们得福，因他所受的咒诅，我们才得到了福分。原本该受咒诅的人是我们。 刚才啊，大家听到的赞美当中有一首名叫《荆棘》的赞美。靠近荆棘的人都会被它的刺扎到，是吧？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像荆棘一样，总是给别人带去伤害，不仅伤害别人，也被别人所伤。也就是说啊，伤害对方的同时，自己也深受对方的伤害。我们就是一群这样的存在。 这是人根本无法逃脱的枷锁，人人都在这个痛苦的枷锁里边，受咒诅的枷锁里边苦苦地挣扎着。有的人为了摆脱他，选择了自杀。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自杀后竟然有更可怕的现实在等待着他。为了不让我们如此受咒诅，上帝他把无罪的耶稣。 拆给了我们，叫他替我们受了咒诅，因此我们感谢耶稣，跟随耶稣，又侍奉耶稣。万幸的是，上帝并没有就这样让他死去，而是在许许多多的死人中拯救了他，叫他从死里复活了。而我们每个信耶稣的人都得到了他复活的凭据，这是多么惊人的事啊！ 既然说他复活了，那他去哪里了呢？他不在这世上，而是被接到啊、哦、人要抬头仰望的天上去了。他不是去了宇宙里边某个地方。圣经中记载着，宇宙外面有属灵的世界，也就是天国。他现在就在那里。将来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也都要去天国。 我们在天国里，并不是，并不是过百无聊赖的生活，这世界足够丰富多彩吧？但天国远比这世界丰富的多得多。我曾经作为宣教士去中国宣教了几年的时间，啊，中途暂时回国，回到韩国的时候呢，总是有很多人问我这样的问题：中国有西瓜吗？中国有苹果吗？啊，有香蕉吗？ 还有，啊，中国有电脑之类的东西吗？这样的问题，而我是这样回答他们的：只要是韩国有的，中国都有；韩国没有的，中国也有，而且还不少呢。毕竟中国土地那么辽阔，物产会比韩国丰富的多得多，对吧？就像这样，凡地上有的，天国都有。 而且天国还有很多地上没有的东西。总之，在这地上有的，天国应有尽有。上帝将自己的爱子耶稣拆到这这地上，叫他受死了，因此上帝对他心存歉意。但这里也侧面说明了，上帝百分之百相信儿子会顺从他的旨意，上帝对此很有信心。啊，为了补偿耶稣、犒劳耶稣，我们的上帝将天国赐给了他。 那是为了叫他永远得荣耀而准备的地方，他现在就在那天国里边，并且他还应许我们啊要把我们接到他那里。凡信的人，到时候都要穿上不朽坏的身体，进到天国里边。这是我们信耶稣的理由，也是我们的盼望。信了耶稣的人啊，就自然而然的与上帝结成了非常亲密的关系，当然也就能得到他的帮助。 上帝的帮助能够驱散人心中的空虚和彷徨，并且我们的祷告又能达到上帝的面前。有时候，就连经济上的问题也能靠着祷告得到解决。他又能叫诸事亨通。总之，我们能从上帝那里得到无尽的帮助。不过，我们的最终目标还是在于进入到那永恒的国度，即天国里边。即使我们在这地上得到了很多的帮助，但也一定要丢掉啊焦躁和急切的心。 今天刚信的耶稣，就企图下个月能有什么变化的话，那你可能会失望了。当然了，信耶稣的瞬间是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也看过好几个刚受完敬礼并就马上得医治的人，但有些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定的时间。难道信耶稣的人今天撒下种子，明天就能等到呃等待结果吗？并不是这样的，还是要经过漫长的等待。 就像这样，直到能感受到福分临到你们身上的那一刻为止，需要大家不断的去顺从话语，并且耐心的等待着话语的成就。啊，今天大家读的经文里边说，上帝称那福为亚伯拉罕的福。这里说，为了叫我们得到亚伯拉罕的福，耶稣受了咒诅。上帝应许亚伯拉罕要赐给他福分。 并且通过他，上帝所计划的事啊，也就是上帝的旨意，一一的都成就了。所以，我们今天才得以信耶稣。那么，上帝到底向亚伯拉罕应许了什么呢？上帝说：“你是福分的根源，世上的万族都要因你而得福。”这就是上帝福分的特征。也就是说，并不是由得到福分的那人独享这幸福。 而是要借着那个人，叫更多的人一同得福，这就是福分的根源。如果大家已经信耶稣，也受了浸礼，那么你已经是个得到福分的人了。下一步就得耐心等待结出果实的那一天。但不仅仅，但你们不仅仅只是得福的人，同时也能成为福分的根源，叫更多的人因着你们而得福。 这是得到福分的人所要担当的责任和义务。因着你们，你们的家人会得到福分，你们的家庭会蒙福，甚至连你们所乘坐的出租车和出租车司机也会跟着你们蒙福。这世上有很多痛苦绝望的人，他们不知道该怎样度过这一生，并且为了追求那些呃虚无的目标，恣意浪费人生的人是多多么的多呀！ 当这样的人遇见你们的时候，就能得到上帝所赐予的福分。在座的人，在座的所有人都要记住，自己是福分的根源。如果你们已经下定决心，从今天开始我得信耶稣，那么就要摒弃掉我要独享这福分的想法，而是要拥有：从现在起，我的家庭要因着我蒙福，哦，我的朋友要因着我蒙福。 并且我周围的邻居要因着我蒙福，甚至我不认识的人也同样，也同样要因着我蒙福，要拥有这样的心智才行，因为这都是正在发生的真实的事情。上帝的福分能扩散到世界的各个角落里边，也就是说，这世上的所有人能够借着你们得到福分。若没有这种心智，就不可能理解上帝的心肠。 大家来到教会啊、呃，或多或少都想要得到上帝的帮助，但上帝他在创造人、拯救人的时候，就已经定义叫人也一同参与到上帝的施工当中。上帝啊，他、呃、不仅自己充满福分，也让凡靠近他的所有人都得到了福分，就像这样。 你们也能够让亲近你们的人得到福分。我说的并不是你们要让人得福，而是你们能让人得福，这是信耶稣的人充分能够做到的。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因此，圣经记载着“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样的话语。我在一九九二年遇见了耶稣，经历了一段非常彷徨的日子之后啊，终于遇见了我们的主耶稣。 又经过多方面的历练，我有了很大的变化，心里也常常充满了很大的喜乐。但这么多年来，我的家人一直都在祭祖、供奉祖先，但现在完全不同了，全家人都相信耶稣，成为了基督化的家族。我最先给我的奶奶传了福音，那时我的爷爷已经去世了。 奶奶呢？啊、呃，又是八十年来一直出入寺庙的人，并且他还把我们子孙的名字都写在了小牌子上，放在了庙里。在他快要去世之前，我把上帝介绍给了他，因为我俩见面的时间不是很多，所以我就给他准备了一本圣经，让他自己在家里读。 嗯，我把圣经印在纸张上，又把字体放大了，装停装订成本啊，然后交给了他。他是八十三岁信了耶稣，去世之前不仅完整的读完了一遍圣经，又收了敬礼。他去世的时候，我家里还没有一个人信耶稣啊，像我的爸爸、还有姑姑、叔叔，他们都是不信者。 奶奶去世之前啊，我和我的弟弟还有几个人一直在她身边唱赞美，又给她讲话语，兼顾她的信心。可奇怪的是，她去世之后，我们竟然看不出她究竟是去世了还是睡着了，因为她的脸上一直挂着笑容，笑得还很灿烂。关于这一点，嗯，可能大人比较有经验吧。其实，并不是所有人去世的时候都是那么平安安详的。 有不少人留下的是非常狰狞、恐惧的样子。我的姑姑啊，她是一辈子出入寺庙的信佛的人。她看了奶奶哦、呃、笑着去世的样子后，着实的吓了一跳。她想啊，妈妈信的果然不一样。接着她告白说：“如果我死后想去我妈妈去的那地方，那我也得信耶稣，去教会才行。”从那天起，她就开始去教会了。 而我的父母看到奶奶相信耶稣，又见她安然去世的样子之后，他们也下定决心说：“既然妈妈有了这样的信仰，那我也要去她去的那地方。”就这样，我的父母也开始有了很大的变化。从此之后，啊，家里的人一个一个开始信耶稣了。一直以来，我奶奶住在我大爷家里，祭祀的事也都是由大爷家的儿子，也就是我大哥负责操办的。 几乎每个月最少都有两次祭祀，而实际上干活的人都是我大嫂。这十年来，不知道她做了多少回祭祀，可能是太劳累的缘故吧。她患上了抑郁症，被这病折磨了十年，吃了很多的药也不见效。我的大哥也被她弄得疲惫不堪。当我给大嫂传福音的时候呢，嗯，她很快就敞开了心扉，接受了耶稣，结果他的病彻底的好了。 人也变得和之前完全不一样了。表我的大哥看了他的呃妻子变化之后呢，惊讶之余，他也承认了上帝是存在的。哦，因为这么多年他陪在妻子身边，也一同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如今却看到了妻子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就决定我也得开始过信仰生活才行。就这样，他回转过来和大嫂一起信耶稣了。 以前过中秋的时候，全家人聚在一起做祭祀的家庭，现在却变成了一起做礼拜。而且他们也亲眼目睹了信耶稣的家庭和不信的家庭之间的生活差距有多么大。信者不仅在地上蒙福，将来还要在天国享受永远的福分，这是更值得喜乐的事。但我们在地上就已经得到了蒙福的凭据。 不仅我的家人和亲戚，呃，回转相信了耶稣，而且我们每个人在各自的领域当中，也给更多的人带来了变化。不仅韩国人，呃，通过我得到了福分，而且，呃，以前我作为宣教士去中国过了几年宣教生涯，所以还有中国人以及我不认识的别的民族的人，也通过我得到了福分，而通过这些人，又有更多的人得到福分。 如今，这个世界已经变成了一个地球村。生在这个时代的我们，亲身体验到了“世世上的万民因我们蒙福”这句话正在应验的事实。上帝不仅赐给我们福分，也希望通过我们，让更多的人蒙福。这就是上帝的心肠。如果大家懂得上帝的心，并去积极顺从他的话语，那么就能得到他的喜悦，他也将更丰盛的与你们同在。 倘若啊，大家已经已经立定心智，相信主耶稣，又明白他的心智，准备过信仰生活的话，就要带着现在哦、啊，我并不只是为了自己而过思想生活，我要给别人传道，让别人相信我所相信的上帝，让别人得到我所得到的福分。大家一定要拥有这样的信心。为此，我们需要的就是教会生活。 大家若只是为了自己蒙福而过思想生活的话，那么只要维持现在这种状态就可以了。可如果想让更多的人蒙福，从而讨上帝喜悦的话，就要积极融入到教会生活里边。在教会里，不仅接受话语的教育，又要投入到教会的侍奉。从此以后，不再顾不再单顾自己的事，还要顾别人的事，让自己被上帝所使用在帮助他人的施工上。这样的人在天国得到的荣光是不一样的。 在这世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荣耀都不一样。乞丐有乞丐的荣耀，总统有总统的荣耀。总统的荣耀又分为大国总统的荣耀和小国总统的荣耀。同样是人，但大国总统所得到的荣耀和小国乞丐的荣耀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世上不仅有人类，还有像蚯蚓、小狗之类的动物。无论是小小的蚯蚓，还是大国的总统，都是由肉体组成的。尽管都是肉体，却有着天壤之别。 就像这样，在天国，我们每个人得到的荣光也是有巨大差异的。为了得到更大的荣光，在地上生活的期间，大家要被上帝使用在叫更多的人得福分的事上。那么，你们将来在天上就能得到像日光一样的荣光。虽然有无数的繁星，可一旦太阳出来的话，就再也看不到它们了。 奉耶稣的名，祝福大家都能得到日光般的荣光，不要停留在仅仅自己得福的阶段，而是要带着从现在起，我要让我周围的人得福，让更多的人得福。为此，要好好过信仰生活，不仅在教会里得到上帝的教育、上帝话语的教育，也要积极参与教会的侍奉，一起参与上帝的施工。奉耶稣的名，祝愿大家，让我们祷告吧。天父啊，感谢你呼召在座的所有人。 又把我们当做福分的根源，天父啊，虽然现在他们还没有打开属灵的眼睛，但求你来帮助他们，让他们渐渐有属灵的看见，也叫他们有更多的啊，能够更多的体验你吧。不仅如此，求你让他们成为福分的根源，并能担当好这样的角色，叫更多的人因着他们不得福分，并且啊，他们的家人、亲戚、邻舍，乃至乃至陌生人，也得到，也因着他们得到福分吧。 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如今，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引领与承认自己是福分的根源，又决定被上帝使用的所有的灵魂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感谢大家。